早起就百，有百落的啦，七十落啦，都要七十几。谁会知道说这是丝木鱼？这海里的丝木鱼是长这样子的，我们那边都是养殖的，哎呀，小小只的，哎，对对对对对。超级大的。他们要讲丝木鱼，我不知道这只是丝木鱼哎。你看夸张不？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丝木鱼，啊，它在洗心肝。中腹，我留中腹，其他的够快就好了。弄一下，弄一下。那个中间那一段就把我留起来。中间要生一片，生一片。那个不要，长一点没关系。对。那其余的就这样，一片一片一片哦。
长一点的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过去。哎，我。当阿爷无，叫你先，无你用一张，一个迄咱迄个摊仔迄个条仔吼，互写名甲甲留电话，啊，等下甲甲起。Bye.
小偷渡啊。刚抓回来两点，还有吗？现在还有这个当家吗？好，这个是什么？当家。哎，这是叫什么？皮要自己剥掉了，好，它在剥皮了。我是皮草手套的，你们拿。切吗？头跟身体分开，知道？对对，这样就好。这个很好，这个三条肉，这个三条肉。给我当面肉。Yes yes yes。有蛋吗？那里有蛋啊。是。那个地方。你们那边还要不？哎，好吃，来这里我走。你坐这个，我来给你吃去。罗罗的。白色那个，我刚刚走过来。来，
那个，还有不是乖乖那种，小小的。真的好吃，现在可以，用水都好吃。真挚的效果是压车啦，压车。啊，其实你也落来投投我啥物投，还要考虑下。所以价钱起来，钱起来多。啊，麻烦，你也先把我啥物起起落。
库房，那个机房，这个就。就是泥巴定制衣厂啊，这个定制，顾名思义，它是在海上固定在那边，它不能动的。这个桶子绿色的，是玻璃纤维装的，玻璃纤维它可以保鲜，活跳跳的。是。定制完，它固定好以后，就是开始放这个支架，这个网一放下去，哦，一年12个月。网放下去是10个月，2个月收起来，哪2个月？7月，哎，7月、8月，台风季节要收起来。啊，为什么要收起来？因为定制网，它的天敌就是台风。是的哈，来，有 QR code 了啦哈。有啊，好，对不起哈，没有办法哈，跟以前比较不一样了哈，不好意思。真的是不好意思，来，好，哎，礼拜有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66、167、168、169、170、171、172、173、174、175、176、177、178、179、180、181、182、183、184、185、186、187、188、179、190、191、192、
看你盯着那个多好。哈哈哈哈哈。
鲸鱼其实有很多很多种，对对，是鲸鱼。你看它背部，它花纹这部分是鲸鱼。它长大一点，我才知道说它是哪一种鲸鱼。这种看稍微看纹路，应该是这个吧？这个花腹鲸。鲸鱼有分。鲸鱼基本上在台湾有两种，一个是白腹鲸，就是腹部是白色的，纹路比较清晰的。然后另外是花腹鲸，花腹鲸就是纹路比较花的，然后腹部也会有花纹的。花腹鲸跟白腹鲸。基本上就是这两个，可是很可惜，就是因为其实定制鱼场它的捕捞方式是它从网子网目很大，一个很大的网目，然后慢慢钓越来越小。那这种小鱼可能是在被赶，然后最后面那个网目在小，来不及出去，就是被捞起来。基本上小鱼不是我们的目标了。那龙鱼可以吃吗？这可以，可是基本上这不是我们定制鱼场的鱼种。很可惜，真的很可惜。它皮是很粗哎。这个是那个马鞭鱼啊，对对对，马鞭鱼。比较大只的啦，小只鱼肉。小只鱼肉。我拿来比较。花人叫马家。自己挑。谢谢。你把现在拿走，三五块，这个等一下。好，一个不要剁。好，一刀。这个不要剁。好。都没有讲。没有一个剁没关系。还好你讲得快。哎。哇，都是马鞭。来个谢给贵人，这个有吗？耶，挑好一点，然后大的小的分开哦。谢谢。带人就走。对，我在旁边而已。好，拜拜。没有，就是说它的这个地方是尖尖的，就是主要是尖尖的。啊。另外一种是圆的。啊，可是因为比较争议的就是说，他们 IUCN 就是华盛顿公约的那个组织里面，把鸢尾定为近尾的物种。那因为它体型比较大，所以比较容易被大家就是关注到说，就是捕获比较容易关注说这东西如果一直抓，是不是就会灭种了？那因为我们大部分抓的其实是这种的漫步，但是就是一般民众根本就不会去分。说到底哪一种漫播，对，就会开始争论说啊，就是这漫播鱼好像长得那么可爱，然后为什么要吃它，为什么要抓它，再来多大只你就把它抓起来，反正就有各种就是对于这个的他们自己的看法，对啊。
生鱼片的话，它就是把这个煮熟去沾瓦萨米的鱼。啊，我们不是，我们就是比较精致一点，我们会弄我们特别的酱料。曼波鱼，它是绰号啦，所以就是这三种的都会被叫做曼波鱼这样子。只是说他们在这三种之下呢，他们都还有自己的中文名字，对，包含像毛尾番车豚啊，然后番车豚跟花尾番车豚，这些都是他们的本名。马上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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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百一啊。一百一啊。包括什么肉？就啊。这边，同志啊。拿下来吧。你们武器也刚好抓到这一只哎，对啊，第一次看到，嗯，要整条给你看呢，是。你看过鱼解剖器，我没看过半条鱼。小心鞋子哦。那个快杀好了。这个都是肉。哦，伊只皮足粗诶呢，还阁下皮，还阁下皮好。小崔，你今下几尾啊？去大刀，好吃未？啥味？送鱼啦。
错啊。呀，没错啊。Thank you.
对对。啊，你老公没有吃，那你就乖。那边不是有吗？有，没有饭。